加巴哈二六款的是韩式世界的基业，强势的创业的梦想。提台南迄个三十年的企业家，也让前上的创业。古从恁爸提家乡苗栗师傅，好多的整班的一功夫都用到的，以用两万的元来创业，做栽培或送多多无的产地，卖六百板、五板也到。企业家和提示。票给一间上海人的做下来做办呢，过上前还是得演出韩式世界公园过节无限体打扮的一情景，看下来看应用的用传统家乡米来创业。我拢是咱做安尼就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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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唱起阿内无计较，亚太个汉就唔听人讲解留落来，小汉个汉也系穷困。当伊地方开始，市营企就要托做条件同巧货相处，为解系采取精通解落实门税，唱个菜条板、五板列条托家乡个记忆。我喺做饭做四年咧，我喺打太家族吼，拢看我们比较艰苦，然后很多都爱去做遐工作。四十岁嘅齐金杰，故乡同苗栗师傅，三十年前听听阿爸搬到南埔，因为是想要自家创业。所以当太淡街辞拍要强一些，托江义米雄良做起送多位的生意。收益无好啊！啊，那本阳讲啊，唔要做班吗？讲系啊，袂啊，我唔要，你要做班就卖就好个啊。我想讲爱对卖，我就去想讲啊，无就是。就是我们去网路上卖啊，唔单想嘅福祉，记忆当中嘅美水，是因客韩商本世家托西汉界记忆地板，佮同工厂先头了解火房屋，来认错三十年前做生意家下大半嘅情形。生意嘅时阵就是三合院，我想在这种。感觉下面做那的萝卜板，那种感觉我会回味到我小时候，才能产生那种动力来做。我是想这个环境。小刚自家系用两万块创业街。所以市营业是在上街就市量上，因为了下出货量还没安泰，所以阿妹送街简单机器模式就负责当一个农民任务，那是采办而用到的做头，也是由成本考量。有地方就去捡柴，有人的木材不要，我们就把它捡回来，然后用那个刀啊来采办的，哎，我看上啊，就我们就买根家属啊。上批当到燃料费之外，用做头采取了个板，骨还有个分落实个门税，可以省，又可以延续我以前那种做法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就是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也很快乐啦。然后一方面可以发挥我们的精神，啊，感恩也警醒，就是把又可以省，
又可以把以前那种古早味又找回来，我小时候那种回忆，秋茶吹柜那种感觉，把它找回来。是因客做饭，尽量坚持传统。不过有的蔬菜又必须考量现实问题，像菜头就要用果子机器打，放弃调配出厂的方式。比较融合在一起，较不会 fight 的，较无 fight， 因为来个做栽培就是要六天啊六天，然后较唔会出水啊，出钱的较会出水。那系口味来讲，除了年味之外，新鲜客也做出一条变化，甚至还是在照人客的要求来做。用这个客制化，客制化的一份一份，一分一分啊，慢慢定，加嘛加萝卜板啊，香菇肉的啊，啊就哎看，人家怎么客户怎么定，我就怎么做。创业总是当困难。市场客也是同款，尤其按人家小本生意，开发市场食材无简单，正开始收听公司行号去推销。一开始就是我们要去公司，然后我们做一做，前一天做一做菜刀柜，然后隔天冷了，我们要拿到像说一些公司行号，我们让他们试吃，然后借由试吃，然后他们订购口碑，然后慢慢去经营。妈妈会说：“哎，做迄无效啊，好。”然后婆婆会说：“迄即马拢无人要做啊，哎，为什么你要做？不如去上班赚钱这样子。”所以那会让我们觉得说，两边的压力，要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。正开始试探人无话支持，两公司有得实质，不过坚持在做出成绩，听说是在本件认同。行业以年外，订单也稳定成交。好像订单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会觉得好了好了，可以啦，这样子就是慢慢来的，就是要坚持，反正头已经洗下去了，对，也不能再往回头走了。刚一时期的订单，两公司卖空阿叔，也算是短暂离开按摩行的做下，去五百跳下去。繁忙是两公司的老主顾，有一百个机会投简易许多试验客的产品，因为两个抗议家庭一份亲切感，慢慢就变作好朋友。钓菜条板吼，亲实在啊，料亲实在，啊当好实，啊伊菜板吼，菜板唔系种家属的，伊菜板就啊种潮流伊菜啊，嘿啊，吃起来很有那种客家的特色。然后我做这个口味，也是要让更多人在流落在外的客家人回到以前那种小时候的感觉。我去火车，是因客头桥头两破桥，有条桥坑硬，下来卡手里去破。阿内个创业虽然无限之家，不过也算要做出成绩，脱了错火防无地败。是一个用传统菜条板分工艺加添一条客家梅。
亚鲁黑亚礼拜嘅客家新闻插子，感谢大家嘅收看。最近法莲乡叫人乡土乡路面嘅居民，盼嘅路上片站、银行费、屯庙路连数也都发通，希望各万系三期居民对旧叫人复查站路基亚业工厂保存嘅意识，进一步要求乡公所莫爱屯土乡路面接五十公尺被发来。下个礼拜向下来关心，我们再会。